在新庄900多元的南洋百汇自助餐，有炙烧干贝、各种海鲜，还有各种丰富的异国美食。你看呢？你会想来吃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我现在来到新庄这里了。说说刚刚啊，我来到这家餐厅的时候，我不小心开到鲁龙啊的电话来对啊。我想说奇怪，这个餐厅的停车场在哪里啊？怎么这边都是一堆纳智捷还有裕隆的车子？然后甚至他们业务啊还跑出来想要接待我，我刚说拍谁拍谁。在我之前有非常非常多创作者前来开箱了，只不过啊，要开箱一间餐厅，我们最重要的精髓就是我们等它灭曲过后我们再来开箱。好了各位，那我们等一下一起进去体验一下它的表现会是如何吧。 Go。 哇，各位啊，我是没有想到说哦，我们今天平日晚餐来这边呢，我是觉得它现场座位还蛮宽敞的。然后我们今天用餐的费用是一碗要价899加10%服务费啦，不过我觉得 OK 啦。等一下我们就去拿些东西来吃吧。
要我想要一份气泡饮。气泡饮这边有四种口味，可以选择一种。我要凤梨椰子的。搅拌一下。嗯，谢谢你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已经拿第一轮的料理回来了。只是啊，他这边海鲜的项目我是觉得，还蛮不错的嘞。因为以今天这个价格来说，我们吃一餐不用1000元，而且在双北的夜晚，我光是看到我这样食材，就真的是觉得，好像有那么一回事哦。各位啊，我们老样子，先用冷盘海鲜做开胃。还有上次有人提到说想我示范剥虾壳，那我们就剥起来吧。首先我们直接把一边的虾壳都剥开，这样把壳这样绕一圈过去，就可以整个连角都去掉。还有说各位，他这边的螃蟹啊，他都帮我们处理完了，而且他现场还有附这种小汤匙啊，可以让我们轻松吃螃蟹。还有这边有续蟹了，就是我们俗称的海臭虫。我们今天有这个工具，就可以把吃螃蟹当作吃饭了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小章鱼需要有一点蘸酱的资源呢。那接下来来到生鱼片的部分呢，不过在这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把生鱼片好朋友瓦萨比酱油给准备好啊。
好吧，它这个生鱼片的表现就真的有那么一点普普了。这是我们吃一点萝卜汁，洗洗嘴巴。至于他这种泥性哦，应该就没有什么好说的。那最后就是这个鲨鱼烟的部分了。这也是非常熟悉的口感还有味道啊。各位啊，我对吃到饱这种淡菜要求就是说它不要臭臭，一切都好说了。可是它今天这个淡菜的品质，我是觉得说它算还蛮新鲜的。还有凤螺部分呢，哦，我刚吃到尾端的部分，它炸出一个很沙的口感，哦 ，My God！还有，你觉得我们的冷盘海鲜就这样而已了吗？它这边还有南洋风味的海鲜呢。切块的章鱼丁配上稍微粘稠的酸酱，我觉得这口感是我第一次吃到这样子的料理。哦，它这个有点像是鹅肝酱的那种口感，可是它吃起来就是一种很特别清新的味道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可以可以。好，那一个金额是989，欢迎信用卡。哎，谢谢你。好，各位，它这个东西有点像是八斗子那边会有的卤九孔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啊？还有这旁边有这个磨磨渣渣的。我好喜欢这个味道哦。
这个鱼肉应该是我们熟悉的鲶鱼肉，我觉得这个酱它让这个鱼有一种如虎添翼的感觉。哦，好清爽的汤哦，然后这里面还有放了一块鲑鱼。你是不是？这什么神奇的搭配啊？好，各位，那我们第一轮东西就吃完了，我们再去拿第二轮的料理吧。要什么？对，要请给我各一份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各位好，那这一轮我们把刚刚没有拿的东西都也拿了一遍的了，只不过像那种汤汤水水的肉啊，还有我们就拿碗装，好，一个口味装一个碗，这样子 OK 了吧？哦，这个牛肉汤在搅拌过程中飘出了满满香菜的香气。嗯，我们刚刚旁边加那个酱应该是鱼露啊，我们加完之后这碗汤变得有那么一点咸呢。我们再试试看蒸笼点心呢。
吃这种吃到饱自助餐头，这种蒸笼点心它好不好吃是其次啊，主要是说它口感不要蒸到整个烂掉或整个干掉的话，我觉得就合格了。它是猪排，好干柴哦。它的肉本身的肉质就有一点干瘦之外啊，而且它本身肉也没有什么太多调味啊，吃起来是非常非常的素啊。它这猪肉的肉质比刚刚猪排要好太多了吧。它这个绿咖喱里面有加茄子，吃起来一种很清新的口感呢。它这带骨羊肉吃起来好骚好香哦。我觉得这个会是我今天最喜欢的肉类料理了。这个沙蟹它是经过大油油炸之后再下去炒这个酱，吃起来有一种酥酥脆脆的香味，然后它就吸满这个汤汁的味道啊。那螃蟹肉质吃起来很肥耶。它这肉骨茶喝起来就是有点中规中矩了。这轮东西已经吃完了，我们再去拿下一轮的料理吧。我要一份蛤蜊汤。好。你小心哦。哎，谢谢。各一罐，好，
来，谢谢，谢谢你。哎，各位啊，刚刚我跟他点的炙烧寿司啊，他在你面前烘烤那个香味，安你啊喂，有够香的啦！而且他这边还有炙烧干贝，好爽哦！好久没有吃到鳗鱼了。虽然说它这个寿司的米非常没有特色，可是它上面的主菜太强了，真的很强。太强了，还有刚刚我们没有吃到的虾仁烧麦了，它这个烧麦应该是到尾声有点干掉了，还有各位啊，他这边取餐时间只有到晚上8:30了，我觉得我们要在时间到之前再去拿一点东西回来吃啊。好了，各位，我刚刚把他的3点蟹全部都进空了啦，只不过我们这些吃完的话，应该也差不多可以去吃甜点的吧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吃这个盐焗南洋长臂大虾，就泰国虾啦。还有说吃这种泰国虾，它精华就是要吃它的虾头啊。只不过它这个虾子是有点像是那种冷冻泰国虾吧。喝下这一口，满满都是九层塔香味的，哇，好舒服哦！OK 啊，各位，我们先去拿甜点吧。
谢谢。哦，感觉我们今天时间的掌控应该是拿捏的还不错了。然后他们这糕饼的水准还不错哎，哦，好了，各位，那我们出去做结尾吧。坐在书房道里吹着这个徐徐微风，我觉得好浪漫哦。好了，那我们来说说今天吃巴里斯南洋百汇的想法吧。今天吃这个餐厅，我们吃一餐不用1000块。它就算是假日的午餐或是晚餐，它也是这个收费。我是觉得说它这个其实还蛮 OK 的，只不过说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里面该有的东西都有了。只不过说它有的餐点，可能有人会觉得说啊，我宁愿多花个200-300块，吃的好一点的品质啊。可是又有人会觉得说，哎呀，反正。人吃有的吃就好了啊，反正吃这个跟多花几百块吃东西都一样啊。不过这个真的就是见仁见智啦。但是如果你问我说我未来还会不会来的话，我是觉得当然 OK 啊，因为今天以这个空间的宽敞度来说，我是觉得整体是舒服的，而且它现场也有提供啤酒哎。如果今天没有开车来的话，我觉得我们今晚就舒服了。那各位看到这里啊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你喜欢的吃到饱餐厅。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欢迎加入我们会员频道，一起成为边缘的美食家哦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。